大将福报至，众传喜讯，声声急。姑爷，可以下来了。怎么下来个男的呀？ 辛苦啊！不容易啊！恭喜恭喜！同意同意同意！佩叔，不错啊！下回你结婚我也去啊！好嘞！熊熊焰火各欣喜，穿越古道得良期。 不卖火盆也是一样低。亲友闻讯来门时，不见良期，苦相思。最喜鲜，三万天心，最喜鲜，三万天心。干嘛呢？这是给钱的。我还给钱呢？你跟新姑爷这么客气？不是你给他们钱，我没钱啊。这儿，算了，来来来，宝贝儿，都拿着吧，啊，都你们的。来，讨个喜气啊，讨个喜气。 小姐，宾客们都到了，可是姑爷昨天晚上根本没被那些画像，她把咱们都给蒙住了。什么？不是让你和耿护院看好他吗？我看着他背了呀，可是他……里面请，里面请，多谢多谢多谢，有请有请。<笑>里面请，里面请，<笑>爹。 今儿来的可都是咱最需攀附的人，但凡宁毅有一个认不准，大房就得丢人，到时祖父会第一个不答应。许县令，哎呀，恭喜！许县令，许县令这边请，让犬子带你去见见我家姑爷啊。好啊，请请请。 贵请，嗯。良辰美景亲朋在，新人喜迎宾客来。姑爷，宾客都到了，迎宾吧。啊，妹夫，妹夫，来来来，快来见礼。这位可是我们江宁的大人物，苏家姑爷呀、啊，你家老太公生辰之时，我们见过面。 我和你家老太公啊，相交多年，本可不是外人呐！啊，怎么认不出我了？嗯，哎，妹夫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叫人呐！啊，小姐，小姐，不行！你走我前面啊，小姐，您是新娘子，此时还出去抛头露面。 万一二房又说闲话，小姐，就你糊涂，径直到头来。小姐好，侄婿在这儿呢，来来来来来，都来见见，都来见见。小姐，哎呀，侄婿啊，这可都是咱们苏家的贵人呢啊，之前你们也都见过，快去打个招呼吧。这就是宁毅吧，真是一表人才。 周看，这侄婿也真不错啊！可不呗！晚辈宁毅见过，快跟上。 见过唐儿，这大庭广众的，你一个心腹跑出来，成何体统啊！二叔，正因为唐儿是心腹，所以更应该出来给各位叔伯见礼。娘子，你过来一下。 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今天怎么回事？
怎么昨天晚上不是太困了吗？你呢？我……，哎呀，放心吧，等着瞧。物业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怎么回事？ 各位宾客，宁某呢由衷的感激各位，莅临苏府来参加小弟的婚礼，真是让我们蓬荜生辉啊！所以呢，宁某人特意准备了执笔墨砚，希望各位呢能不吝赐下墨宝，留存下自己的姓名，也算呢是给我们这新婚的小夫妻一个小小的祝福。不如您先请啊。好啊。徐世伯，字如其人呐，修养可见一斑。多谢了，多谢了。来，四方宾朋入府门，贵人题字贺新婚。嗯，张世伯，白阿姨，哎，您这边请，您这边请。 华堂一彩披锦绣，良辰美景笙歌奏，今日举杯邀亲友，钟情燕尔配佳偶。非常感谢各位宾客的莅临，下面有请新娘双亲制。王安女士大喜的日子都过来了，哎，听闻他是看不上这个。 恭请新娘。小姐，老爷定是有事耽搁了，说不定待会就来了。不必三叔，我知道他今日不会来。 老爷，吉时已到。吉时已到，请新人拜天地，一拜天地日月星，二拜主家高堂养育恩。第一次结婚，没什么经验，下回就好了。 夫妻对拜，慢着！吴公子，有事也是。徐豪见过苏老爷。啊，原来是吴公子，今天是堂儿的大婚。 既然来了，坐下一起观礼吧。徐豪这次前来，是为了堂儿的终身大事。堂儿，我知你心，你不嫁我，不是因为不喜欢我，而是因为不想离开苏家。吴公子。 你休要胡说！我素日与你只有生意往来，从无私情。今日
你若是想喝杯喜酒，欢迎之至；若是为别的，就大可不必了。小婵，送客。无论如何，今日我都不会让唐儿嫁给宁毅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胡闹！相公，像油老婆呀。爹爹，爹爹，你不要我了！我找你找的好苦，我们的宝儿还这么小，你怎么那么狠的心？爹爹，爹爹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这位便是宁毅的结发妻子，他竟然为了入赘苏家，将他们抛弃了。你们说这样的人还能够入赘苏家吗？公爹，宁毅入府前，我曾让耿护院打探过，他在外并无妻小。今日，恐怕有人故意陷害，专门破坏唐人婚事。啊，欧公子，我倒不认为你有什么坏心，是不是听信了小人的谗言呢？你可要慎之又慎，不要毁了这对好姻缘呐！苏老爷教训的是，不过真相到底如何，一验便知。验什么？验亲。公子，到你了，来吧。祖父，今日是我大喜之日，若真容他这般胡闹，叫我和相公日后如何见人？兰儿，我这可是都为了苏家，今日若不宴，将来东窗事发了，苏家将会颜面扫地啊！各位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是是。事关苏家的声誉呀，祖父。耿护院，这老太公都发话了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相融，血雨相融，你便是孩子的父亲。父亲，真没想到宁毅竟然真是这样的人，幸亏檀儿没有嫁给他，要不然咱们苏家的颜面可真是让他给丢没了。爷爷，这件事情你怎么解释？啊？难道这真是宁毅的私生子？这大双眼皮也不像啊。宝贝儿。真的吗？他们两个牵手在一块儿了。血雨相融。血雨相融。血雨相融，真融一块了。我就是这个吴启豪的爹。难不成这吴启豪还真是宁毅的私生子？我比他大，我怎么可能是他的儿子？吴启豪，你放肆！这水里
你动了手脚。对，我动了手脚。你就没动手脚吗？这个孩子要是我的儿子，我就是你爹。既然咱们俩血都融了，那我问你，我是你爹吗？当然不是。那这个孩子是我儿子吗？站那儿。吴启豪，今天是我宁某人的大婚之日，你来到这儿一句吉祥话都没说，又吵又闹还砸东西。在家里你娘没教你怎么做人，今天在这儿你爹我得教你怎么做人。道歉。对，道歉。道歉。这个女人有点意思。道歉呢？这么好的日子，你不再走乱吗？道歉！宁毅，他不是这孩子的父亲，更不是我的父亲。苏老爷，启豪误信小人，让您受惊了，也让各位受惊了。宁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何两碗血都能相融？因为他在水里头加了白矾，白矾会加速血液相融。那你那水没有放白矾，你和吴公子的血怎么会相融？来，让一下。因为我盛的是温水，血液在温水里边也会加速相融。温馨提示：滴血认亲本来就没有科学依据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嗯，宁公子，你还懂这些？也不算什么，都是电视剧教我的。电视剧？电先生呢，是我的启蒙老师。哦，是电先生厉害。好了，今天是我的大婚，咱提电视剧干什么？来，继续。那你婚就继续。哎。安了，这小子还挺能折腾。行了，都已经进院了，就别送了。你们姐姐在里头等着我。哎，谢谢诸位亲友啊，今日前来道贺。天色也不早了，大伙儿散了吧。小孩闹什么洞房行了，你们就别起哄了。哦，原来新出也找景元房了呀。别瞎
瞎说你。得了得了得，不远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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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嘞好嘞，借您吉言借您吉言。还不睡啊？明日不行开业，还有些事宜要处理。今日礼堂之事表现不错。那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忙吧，我回客房了。等等，以后别睡客房了，睡旁边的耳房吧。也行，还有进步空间。行吧，哪儿睡不是睡啊。老爷，都睡下了。是，他一个人。你既然入赘到我苏家，有些规矩是要守的。每日奉茶伺候，我也不奢望你有什么建树，你只要老实本分也就可以了。是。苏氏不和，苏氏不和，开张了，看一看，不错呀，下好了，明天。东家，一共是800匹木云纱，全都清点完毕，已经入库。嗯。来，大家都停一下。诸位，明日布行如常开业，今天大家都辛苦了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谢谢东家。小婵，你陪我去寺庙上柱香吧，为明日布行开业祈福。是，小姐。走吧。
小婿宁毅特地前来给岳父岳母敬茶。老爷，不见不见算了，大婚的时候都没见，这端个茶晾着他们。哎呀，反正这孩子呀已经是唐儿的夫婿了，以后里里外外吃苦受罪的就你闺女一人。他不见我，姑爷来够就罢了，大老爷估计不会见你。啊？他是不是真怼我呢？不是。哦，你应该不配。明日补行开业，西女祈求庇佑，万事顺遂。小姐不求一求和姑爷的姻缘吗？做人不能太贪心，只要补行一切顺利，便心满意足了。不行开业会有不顺，小姐莫要胡思乱想。你再陪我去趟不行。姑爷，嗯，二房对我们最为不满，一会儿呢恐怕要为难你，你呢就忍一忍，别一进门就惹事儿。给你一夜的时间去对账，一共22个账本，你才看了4-5本，还有脸在这给我打瞌睡？你说你，啊？你说你是不是背我啊？来，把剩下的给我吃了，吃，来，累的账都给我吃了，吃。是，太过分了！住手！这账本总共22本，每本192页，每页40条账目，加在一起就是168960条账目。你让他一夜之间算完，一夜就算8个小时，那也是480分钟。他就算不吃不喝不拉不撒不睡，每分钟至少也要算352条账，这种计算能力，你展示一个我看看。你算何物啊？做倒插门的赔钱女婿还不够，还要来管我二房的闲事儿？哟，来敬茶的呀，巧了，我爹不在，给我敬吧。姑爷，敬茶。九哥，喝茶。九哥，请喝茶。这么凉，怎么喝呀？重庆。
没想到啊，姑爷一个赘婿，竟有如此胆识，敢跟二房动手。你也不差呀，别以为我没看见，你也深了一脚。哎呀，那个李管事是介绍我入府做护院之人，对我有恩。哎，姑爷，你别看我现在这样，耿某人年轻的时候，那也是刀口舔血的一代游侠呀。成，那耿大侠，哎，咱这茶敬的是不是也差不多了？我能回去补觉了吗？还早着呢，苏家的婆姨、小姐的姑姑姑父都从外地赶过来了，小姐吩咐了，要逐个敬茶行礼。没想到您这刀口舔血的一代大侠，居然爱看言情画本儿，《莺莺传》《珍重》。我看这边的，霍小玉，哎，霍小玉是谁？哎，这边出来了，哎，这什么《枕中记》？你让我，你看，你，哎，你给我讲讲吧，你给我讲讲。小姐，我都检查好了，所有晾晒布匹都已收入库房，没有遗漏。哦，库房瓦顶、院中排水各项设施都是小姐您亲自监工，方才您又检查了一遍，一定没问题了。我们走吧。这五朝的言情画本就这水平，还不如我呢。其实有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，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第七壶照有恨，何时长相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长久。